大家好，十日由琳娜来台出席品牌活动，时隔这么久再度来台，欧尼最想念的竟然是。오랜만에대만에왔는데요여러분들이렇게만날수있어서너무행복해요대만은정말천국인것같아요저는맛있는것도너무많고요모든분들도너무친절하시고정말좋은곳인것같아요主持人又帅，哇！台湾真的是天堂，真的。没有讲这个的。娇哥这样自肥可以吗？不过欧尼不管是身材还是皮肤，完全看不出来37岁。他也大方分享保养秘诀。저는특별히먹지않는음식은없어요모든음식을먹되그음식을맛만봐서충족을시키겠다는마음으로아주조금만우리가모두알고있는좋지않은음식들있잖아요설탕이너무많다거나너무짜다거나그런음식들은최소로먹고채소과일위주로굉장히많이잘챙겨먹는편이고이건강한피부의비결이라고생각해요粉丝们快学起来，就可以跟女神一起变美丽。非凡娱乐台湾报道。